香港其實一個真係好獨特嘅地方。香港依個嘅生態就係見到好多唔同嘅劇團、合唱團、舞蹈團、歌劇同埋樂團都會入嚟演奏。香港好獨特，可以吸引到世界各地去做藝術嘅人咧，將佢哋嘅長處喺度發展。我哋香港處喺即係幾個世界嘅一個交匯嘅地方咧，係處於一個好獨特嘅一個位置。長大嗰陣時候，對香港嘅書局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感情。無論係國內出版嘅、台灣出版嘅、英國、美國、澳洲，右手可以攞到係西方嘅文化，左邊攞到嘅中國嘅文化，這個我覺得真係好代表到香港。